どいで。どいで。你们俩出去烧着。好。别杀我！我愿意帮你们。我们不需要你帮。我知道，你们都有武器，可这里是大日本皇军的战地医院，外面可都是我们的人。你们带着个伤员，未必能够全身而退。我可以帮你们安全地撤出这里。不行，留着你这个日本女人就是个祸害，今天你必须死。等等，我都伤成这样了，武器都在你们手里，我还能怎么样？我愿意当人质，行吗？他已经投降了，就饶他一条性命吧。对，对，我投降，投降。还有多长时间才可以注入血清啊？还有十分钟。小林院長、中村将軍が四号地区に到着。すぐに治療に行ってください。别动。よし、わかった。すぐに向かう。はい。你。把血清给我，给我！我知道你们不敢开枪，我要是把这个弄碎了，那个人可就活不成了。你往后退，放我出去！往后退！往后退！往后退！把血清拿来。你们把枪放下，踢过来，我自然会把血清给你。拿来。放下，踢过来。
把枪放下。阿斌，潘大哥，把他处理掉。西兰，雪清。可以打了吗？不行，还得再等等。心莲，你先忍忍啊。おい、俺の兄弟コシ太郎に会わなかったか？はい。どこにいるんだ？はい。扉を開けろ。已经注射完血清了，应该很快就会醒来。报告，进来。报告队长，特别手术室好像有情况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他们杀了军医，司机去了野战医院。战地医院。你马上去哨卡给医院打电话。喂，报告队长，吉野中佐是假的。什么？吉野中佐是假的？全员戒严，抓住他们。这里不安全了，必须马上撤离。好。喂，哪有谁人？
病院敵がいるぞ、早く攻めしろ。はい。少佐阁下，小林院长被杀了。八哥，封锁所有出口，任何人不许进出。仔细检查每一个人。嗨。守军人。你、yeah. 啊！阿嘎，不要乱，不要乱，快，不要乱，八嘎都不要乱，不要乱，啊啊，快走，八嘎谁撞的我，不要乱，狄青快开车门，好，你们两个女孩先上车。好，好，快快上。走，就是那辆车，就是那辆车，对，快追上他。少佐阁下，云子小姐，魏国捐躯了。一群饭桶！马上命令公路所有搜索队截住他们。嗨！
快打开！快快！准备战斗！哟，嘿嘿，这门还能挡子弹啊！回去我把它扛回去，当门板用。心莲，哥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早就说过你哥命大，死不了。哎，就是这胳膊有点疼。怎么回事？你别动，外面有小日本在追我们。莫队长，你得谢谢武队长，能文能武，绝对是这个。废话，老子的妹夫能差了？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别开玩笑。行，不开玩笑，咱们得想办法，先把追咱们的小日本干掉。这车不停怎么干啊？臭小子，你开慢点儿！莫六，这下面还俩呢。狄青那小子比我还厉害，一眨眼的功夫，杀了俩。我阿妈的仇，总算是报了。吴队长，怎么办？你们俩坐稳了，冲过去！别颠了！哎呀，垫的舒服呀！别拼了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一会儿你得使出吃奶的劲儿，把它给我扔下去。好。新兰，看看小日本跟上来没有？好。听我说，一二三就开门啊，都隐蔽好。来，准备。一、二、三。哎哎，莫大哥，莫大哥，心莲哥，心莲，停车，快停车！没，不用，不用，我没事，老婆，我就是有点晕。你吓死我了！报告，各小队按照您的命令，已全部到达指定作战位置。
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里是敌人的仓库，周边都是开阔地，中间一条沟，两侧是山峰。根据这个地形，别的招不好使，所以我跟少雄商量了一下，我们准备乔装进去。阿斌，杀猪的，你俩跟我们进去。下边说一下重点。我们进去，无外乎遇到两种情况。第一种，我们要找的那个老东西真的在仓库里，那么我们速战速决，干掉他，尽快撤出来。这第二种呢，这有可能是敌人给我们设的一个圈套。如果要是一个圈套，我相信敌人不傻，他们希望把我们引进去收拾我们，而且在两侧的山上会有他们的伏兵。老婆，嗯，你带上我小舅子和干死队的人，在左边埋伏。新兰，你和于大强带上学生军，在右边埋伏。我们里边一旦打起来，你们从两边策应。我再补充一句，无论什么情况，是真是假，都不许恋战。我们在山顶会合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能进能退。不错。哎，想不到你还一套一套的。我还有好几套呢。看来这回我哥是开窍了哈。你怎么说你哥呢？哎，行了，抓紧时间行动吧。要活着回来，你说的。知道了。走。报告少佐阁下，公路上发现了四名帝国士兵。哟西。果然是他们。哼，即便是他们烧成灰，我也能认出他们。命令各小队把他们放进来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。有个敌人大块，看不清啊，再靠近点。走。是个圈套，我去通知他们。哎，来不及了。那怎么办？发信号弹。不好，假的。假的，假的，不好。他们要跑，快拨开他们！你，快去到新兰那边，告诉他们不要过来了，山顶汇合。好，注意安全。
没子弹，全是烧火棍，撤！撤！那边，快消灭他们！八个，命令炮兵射击，目标两侧树林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放！狄青，新汉走，去跟你哥会合。大强，走。是。走。撤后。给我追！老婆，快带着他们往山上撤！那你小心点，跟我走！冲锋！上来！撤！走！八嘎！渡边君，你带人从那边绕过去，堵住他们要快！嗨！第二小队跟我走！其他人注意脚下，继续追击。大哥，前面有敌人。这边快！狄青，是狄青！狄青，狄青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不是，你别那么大声！你别喊，你别喊！我告诉你，山下都是小日本，你去那没有用。他们在那边，开路。狄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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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去。你不能去！我们家只有他一个男丁，我不能让他死，我不能让他死！你放开我！不行，你放开我！
我去救狄青。八嘎！狄青，狄青，你放开我！司机，敌人没有子弹了，给了。姐，我的姐，干掉两个日本大官，以后不许说我剑法臭。姐，你一定要照顾好咱阿爸，好好活着。姐夫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对我姐。姐，阿宝，你们一定要好好活着。狄青真的长大了，我去找阿妈了。你们一定要好好活着。我们上当受骗了。哎！八个丫头，给我扒了他的皮！给我扒了他的皮！
一定要把小日本赶出昆仑关。吴队长，吴队长，国军，国军和敌人干起来了，在哪？山下。给我看看这打！二排长，到，去带几个兄弟。把那帮狗人给我铲平了！是，兄弟们，给我冲过去！王壮，不能冲啊！冲过去也是死，山都过不去啊！狗日的，今天就死也得给我冲过去！师座有令，必须把孟经理给我凯旋的接过来！是。李排长。王处长，敌纵两次打过来了，狗日的，想冲两次夹击老子，兄弟们给我顶住！冲！新烈，打！消灭他们！撤！走！往哪儿去啊？我是奉着师座的命令接你们凯旋回去的，只有往前冲才能出去。王处长，你看看吧，那边的山口已经被敌人封锁死了，根本出不去。必须跟我走，那我也不能违抗命令啊！快走吧，走，走。
昆仑关，快去昆仑关堵住他们！敌军开始进攻了，快回阵地！集中炮火，给我干掉敌人安保区！师座，我们的炮火够不着啊！听我命令，所有人跟我上！是。兄弟们，跟我上！兄弟们，跟我冲！莫大哥，哥，少雄，我看清楚了，这些战壕连接着很多暗堡。这样，咱分成两组，先把那些暗堡干掉，然后调转枪口，照着战壕里的小日本狠狠地打。好，走。少雄，段成林受伤了。于大强，新兰，你们两个留下，照顾段参谋。山人，跟我走。少雄。外面都是敌人，你要当心啊！我等你。你也注意安全。来。不够，不够！走，走，走！
弟兄们，敌人的暗堡被咱们敢死队兄弟掏了，听我的，集中火力跟我冲。什么？暗堡被敌军占领？混蛋！马上组织反击，夺回暗堡，夺回暗堡！大强，小心！大强哥，大强，大强，大强！不，别管我，乖，你去找武队长他们，你快去吧，只有我。快去！那你们小心。小心点，跟着我，走。大强，你不能死！李大强，老师让我缴学费，我说等两天，气得老师三天没上班。誓死捍卫铁军的荣誉！出击！八个鸭绿，给我上！
吧。没事，快走，走。八干，唐亚路，心莲，王大哥，战壕里的敌人全都被干掉了。王队长，侧翼的部队已经上来了。好，可昆仑关关口敌人的装甲车把我们的部队堵住了。王大哥，我去干掉敌人的装甲车。行军，过来。是。注意安全。哥，我是学生军，我得跟着去。小心点。兄弟们，上面的战壕里还有小日本，跟我上。是。是。同学们，把侧翼的装甲车炸掉！是！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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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沙兄，不能去，根本就过不去。青兰，如果我不炸掉装甲车，我们不可能接近昆仑关。青兰，我永远记得你跟我说的话：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去，嘉诚，掩护。嘉诚。打！
加成。集中火力，今天一定要给我坚持住。怎么回事？前面有装甲车，根本过不去。我们已经死了很多兄弟。把账报给我，我去。你去你也得死。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我去。爸爸，杀猪刀，给我掩护。杀猪的潘大哥，潘大哥，给我出车。那边小熊，前面那两辆坦克必须干掉。好，炸爆。都听好了，冲。
刀，把刀给我！兄弟们，冲啊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昆仑关，一小队跟我走，火速回援昆仑关。走。轻点儿。少雄。报告两位长官，宾阳大刀敢死队、桂林学生军、宾阳中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，报告完毕。收复昆仑关，
你功不可没，我将遵守承诺，给你敢死队的番号。番号就不必了吧。再说，现在我们已经有番号了，我们的番号就是中国军人。新兵。 军座已经批准，恢复你们的军籍，晋升两级，中校团长。为了拿下昆仑关，我那么多的弟兄们都没了。 他们在这儿流了太多的血，荣誉属于他们，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我不能陪两位长官了，我要去送送我的兄弟。 少雄啊，好兄弟，你是个好眼儿呢，没想到到最后还是没能留得住你，一路走好。 啊！你们听听。 这是什么声音啊？是山里的风声。哎，不对，这是我那帮子兄弟们的笑声，他们在天上看着我们。 为了这些死去的烈士们，我们一定要继续战斗下去。来，都来，给咱们这些兄弟们敬个礼吧。